这是一个风雨飘摇、惊涛骇浪的年代，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清朝时期的台湾。有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勇敢台湾少年，执行着正史中并未记载过的异行，展现他们热爱与捍卫这块土地的决心。《妖马舞传奇》富有教育意义及娱乐效果，适合全家观。